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不过七少帝。哎呦，所有各界，我们贤士同修们，你们一定要悟到这个道理。各位十方善知识们，你们拜神拜那么多了，有没有去了解你家所拜的神，它里面的法是什么？好了，世人这个误认神佛容世人呐、很多人呐、你这方面呢，要修到成圣见性的时候，神人合老为一。有一次一个小笑话，我在高雄道场第71届上课完毕了，一对老夫妻就拜老祖有事情问我，我要走了，我要坐电梯下来了。我先到厕所里面，男厕所在里面嘛，高雄道堂。这一对夫妻就跑到里面看我，就看我去尿尿嘛。出来，叔啊，你还放着我？他说我还要尿尿了，我是人呢，我不是神呢。他以为我不必尿尿，我还是人归人，神归神啊，神在心中，佛在心中，道在心中。好了，我们再来。方有供佛那个祈求啦，发大财啦。我们发财没有罪过，你发大财可以帮助更多的人，你做事业要发财，你可以养活更多的员工，发大财没有罪过耶。但是要发正念的财，先要有智慧之财。好，我们财有金钱财，那智慧财，好，还有人际财。人际财这三点，三宝财，你要花金钱财，你一定要有智慧，你要有智慧，你也要有人际财，没有智慧你怎么花财？没有人际好的人际关系你怎么花财？所以我们一直花财，所以老祖也是关圣帝君他就开始了，你求神拜神，心香拿起来求神，其一是我智慧力量信心就过了。在老祖开示，你们依照关圣帝君关圣帝君开示众生香拿起来的祈求，第一先忏悔，你拿香起来无论在家中或者在庙拜神，拜神的要领，第一
啊，这个要静心，要诚心。啊，第二，好，那么要忏悔，要忏悔。第三，啊，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世界和平，和平。啊，第四呢，祈求智慧。力量和信心，哎，多啊！啊，这个是圣地，拜神也是圣地，化解。啊，第一一定要静心、诚心。啊，第二一定要先忏悔，忏悔啊，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身与意诸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啊，这接下来，那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五谷丰登，你要大愿力，啊，第四呢，你在祈求是你智慧、力量、信心，四行的话，你数个一点叹气耶，哦，再来你要求什么才有效？若是做四项没有做呢，你先求嘛不好。这很简单道理，好来，我们继续再看下去啊。啊，今日啊，这个告知世人呐，神佛的法，刚才讲过了，求神求佛方法，在家也一样来，啊，依法供奉。勤修行，啊，他日成就亦成佛，成佛就有智慧的人，是我力量、信心与智慧，啊，是我智慧、力量与信心，这就成佛之道，成为有智慧的人，啊，这观音菩萨是慈悲。观世音菩萨他的法就是慈悲，啊，大势至菩萨是喜舍。你看阿弥陀佛两边呢，两边中间阿弥陀佛，这边观世音菩萨，这边大势至菩萨，中间是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本心。这是观音是慈悲，啊，这边喜舍就是大势至，啊，中间是我们心，叫三圣，叫西方，叫西方，叫希望之三，希望之三圣。好，慈悲喜舍，那么阿弥陀佛大慈悲啊，阿弥陀佛是慈悲啊，就是我们的心啊，啊，大慈大悲心就是平直。平直，你的路就是会很平坦。若是一个人没有慈悲，没有喜舍，光要，我告诉你，到时候什么都掉光了啦。没有慈悲心，没有喜舍的心，神佛，我告诉各位同修们，啊，教你们要成神，怎么样成了成神呢？满众生的愿，啊，众生他有烦恼，你帮他忙。戊戌千秋，吉祥如意，欢迎十方。所以我们维新圣教的一心大学所有贤士同修们，是给各位成圣、成贤、成佛的成圣的妙法嘞。啊，我们很多众生有困难。大众有困难，你们就去帮他忙，用我们易经风水妙法先帮他安家，哦，帮他指点正确的人生方向。哦，
所以你要成圣成贤成佛，你要有法，但是要知一切法，你才能帮众生解决一切烦恼。你只有易经一条路，没有第二条，除非你有大彻大悟的觉悟者，不然你要帮人忙很困难。所以老祖师尊呢，传妙法给我们，易经与风水学，难怪啊，这个世界和平奖啊，我们这个妙法才能被提名和入围，这证明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古至今用，是世界和平的一盏灯塔嘛。好，那再来三清啊，三清众生啊，这个清三毒，道家的三清毒咒，三清毒咒来清三毒，清贪嗔痴，贪的无厌烦恼就来，嗔一直生气动怒，贪嗔痴啊，没有智慧，这三毒嘛，你成圣不了啦。好啊，无恼真谛去五浊，好，五浊恶事啦，命浊啦，什么的佛法的五浊恶事啊。所以你不知命，你怎么样去知道你的运啊？但是知道命，你怎么样去履行你的天命，你的本愿，总归还是慈悲和洗手。好，所以好，再来玄天上帝华是超越，虽然拜玄天上帝的很多，玄天上帝左手是中道，右手拿剑，左手踩着龙，踩着龟啦，啊，龙龟就龟，右手踩着蛇，右手是毒，龟我们龟呢是善，而蛇是恶，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啊，那么左手左指中道。而中道右手拿着剑，要断掉贪嗔痴，断三毒嘛。所以玄天上帝的真妙法一言难尽啊，我们大方向就是这个这个法义啊，是要超越啊。那么善恶中道啊，得上果，得正果，啊，福德正神妙法行功德，福德正神脱离功，你就行功立德嘛，多做好事就脱离功化身嘛，啊，土地公最慈悲的啦，啊，你土地公的功德你没有做，你要成圣成神成佛，根本就不可能骗笑呀，哎呦。哈，有一次一位，哦，他还自称，哦，他是修什么法什么道了，他还说什么说土地公鬼，吼，哦，这个人呢，啊，我说你的人很没有智慧的，你把你的教文的祖师都污蔑了，你的教文的祖师是从福德正神土地公的最基层的行善积德开始成就的，你还说土地公鬼，你把祖师的心法全部污蔑了啊！你就是再这么讲的话，你再怎么学也没有用。后来有一天他得到啊，那个皮皮踹啊，弟弟踹啊，就像最近什么
台南有什么山的孩子啊，我一直刷一直刷一直刷啊，这一位他就动土嘛，啊，这个修行人他家动土，动土呢去挖到出港，结果那一年是子年啊，甲子年，甲子年就是煞南方，哦，他动土，结果犯煞皮皮撞，哦，他先收土地公鬼，我说你要是求鬼才有效，求神绝对没有效，嘿嘿。啊，若是我是大神，你这心态呢，你要求我，我也不帮你忙，因为你的共高心。哎呀，人要谦卑啦，赶快求土地公，向跪着向土地公叩头，说对不起啊，土地公，我以前骂你对不对啦？怎么不对？一直骂，哦，你爱一点骂，一直求。哦，跪在你家的旁边土地公庙那边。跟我修是什么呢？你叫我跪下来，我才不要呢。我说好了，你继续串，回去了，继续愈串愈厉害，串到第三天，啊，因囝才载来我家，啊，过来，我哩愈串愈厉害。对了，我愈串愈厉害，啊，师傅啊，我控制不了了。哦，无法度，我咧困的时，那个床啊都被我摇，摇的脚都要快断了啦。嘿嘿嘿，还是回去求土地公啊！这啊，而且要拜三星九类啊！我没有出婚啊，我都出事啊！我告诉出事是你的事啊！土地公有兵将啊，要帮你转世叫婚时，哦，他就会的不以为然了、啊。哦，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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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了，他很慈悲啦，又改为拜寿的土地公哦，拜寿三星啊，啊，回去又求土地公，真的求土地公没有效。后来宝贝这边错这边拨，土地公是不是要先加三星酒呢？叩叩叩三杯，叫贵人叫云江去个去超商那边三星酒呢？啊，就那个拜拜拜了，磕头啊，金砖画画嘞。回到他家里睡着了，睡着了呢，土地公公呢，啊，他在梦中也是跟那个共头壳穿起来，哎，就爬起来，因惊时阵把是安怎样？结果好了，吼、哦。哇！他第二天才找那个老鼠沟通，老鼠啊，对不起啊，哦、我已经遭口业了，怎么样？怎么样？好了。所以各位同修，我们不要藐视啊，土地公小神，你做不到的，不要乱讲话，不要以为拜大神。哦、大神也是从基础的小神来成就的啦、哦、我们再来看太祖元帅妙华、啊、姓纯真、啊哦、那么无染诸邪境，太祖元帅都是要纯真，告诉我们的本性要纯真啦、啊哦啊，没有染上不好的坏习惯啊。瑶池金母是空性，希望瑶池金母是空性啊，哎，啊，心空则想嘛，心不空，万物不能容；心不空，找不到自己的本心呐、啊。啊，凡事要有包容，就是瑶池金母。所以瑶池金母呢说：“哎呀，一文忘，希望这些小子女啊，就赶快回家。无论是善是恶，都要回到自己的本家来，就是慈悲嘛。好、哦，啊，三观大帝呀、啊，啊，这个法性是礼让，三观大帝叫我们凡事要礼让。我们家里拜三观大帝了。”兄弟啊，
要有烧烧牛啦，啊、哦，若是兄弟无烧牛呢，啊、哦，那么你不是拜三观大帝，拜三盖公啊，哦，啊那爱烧牛，啊、哦、啊，那么大慈大悲诸天圣神在何处啊？啊、哦，这众生。啊，众生依法勤修，勤行得果位。所以各位，我们在家里，你拜很多神，你要悟神的真道理，哈、啊，你就会当，哈、啊，那么得到自在，得到正确的果位，和神同样的果位，你当下你就是神，就是圣，就是佛，就是菩萨了啦。啊，所以叫做活在心中坐，啊啊，那么正悟大道神佛与在于心呐、啊，世人谓之神佛真妙理。啊，那一心外求，啊，你要找外道，找不到啦。一心我好苦苦求，没有往心里面去悟这个道啊！今日所示众生之啦，老祖开示，大家要知道啊。那么家中供佛，先供主啊，先拜祖先啦、啊，要拜祖先呢啊！神佛祖先一条心，跟各位讲了啦，家中拜的神呐、啊，啊，这佛啦。啊，这是你祖先修最好的，他的来做你的家中的神佛来火来拜，哈、哦、啊，所以再下来呢，修心养性，勤诵佛经，啊，见光明。所以你家中拜什么神，你一定要诵什么神的经，啊，你才能与神佛印心。你只拜拜不了解神佛的经，你要印心就很困难了啦。好、啊，那么正法光明呢、啊，一盏灯。哦，所以各位同修，啊，我们拜佛拜神，你一定记住要了解神佛的修成正果的妙法，就是经文。所以我们勤诵经，你就能与神佛。同一条心，祝福各位。上海一切皆为功德，普天下苍生去你。